穿过这个是吧，然后这样下来。嗯，小骂人，这种机器就说这个机器小骂人。从上面这个轮子穿过来、嗯、哦，经过这两个轮子是吧？对啊，你看这光天、哦、这光天不是在中间的吗？嗯，然后就这样啊、哦、就这样就可以了。是啊，那你他的意思是不是每次我对的位置都对这儿？他就是要走着走着，他光电一感应到这个这东西在这里嘛，这个黑点在这光电里面嘛。那你比方说他假如他现在不在，我怎么把它调整在呢？就像你刚才说的，怎么去动它动它。